玲玲，你出发了没？准备演出了。到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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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喂，我演出快开始了，我要来不及了。收到。距离妞妞演出还剩一个小时，快来不及了，我们帮她想想办法。妞妞从这里到演出地点大约需要一个小时，阿天请负责妞妞的路线。好的，我已经把妞妞路线中的红绿灯全改成了绿灯。阿妹，你负责妞妞演出的服装。好的。哎呀，忘记换衣服了。那给你准备的。小郭，你负责妞妞演出设备。